粉刺刚刚好，就在我的脚下，都不用动。看，这就是运气。快快快，要给我吧。哇，汉堡奶茶，你们过分了吧？不好意思。过分？什么是过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也下去吧。疯子，都怪你，看吧，要把小子推下去。什么就怪我？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明明是你自己往我身上撞，我还没怪你占我便宜呢。我不管，就怪小王子，给我揍他！豆豆，奶茶的命令，我可不敢违背。啊！可恶，臭汉堡，要不是你一直打我，找不到平衡，我怎么可能掉下去？啊，死鬼！这一句我不可能再说了，我要离他们远一点，一个人在角落，我就不信还能啃到我。看来大家这次都很谨慎呀，看绿色。嗯，怎么回事？奶茶，你在那干嘛？你个色盲，我这个才是大绿色。到底谁才是色盲啊？气死我了！看吧，给我教训那个小王子，都怪他。我去，又怪我？不是，你们一二三四怎么都要下去了？就剩下我汉堡了。那不刚好吗？我们俩决一胜负。红色汉堡，你那么坑我和果冻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Nope. 我去，你怎么这么胖，根本挤不动。可以小看我的饭量，但是不能小看我的吨量。你有病。紫红色，现在还没到自由攻击的时间，汉堡挤不动，看来只能智取了。汉堡，你给我把小王子挤下去，不然扣你零花钱，还有下个月的零花钱，再下个月的零花钱。你要是成功把小王子挤下去，我就给你涨零花钱。什么涨零花钱？哼哼，那个小王子今天的第一肯定是我，为了零花钱拼了。小王子，你给我坚持住，你要是把汉堡吞下去了，我也给你涨零花钱。我涨一百，我涨五百，我涨一千，我涨两千。为了零花钱我拼了，可以互相攻击了。汉堡吃我一拳。啊，深绿色，深绿色，打我。哎，好险，差点要去了。小王子，零花钱对我的诱惑太大了，下手有点重，你等着点。不好意思呀，对我的诱惑力也大，我下手也重。这不是紫色吗？那是紫红色。哈哈，没想到都不用我坑，你自己就掉下去了，我获胜了。什么？汉堡你这么用，怎么能让小王子获胜呢？小王子回去就给你涨零花钱。好耶。